我觉得好不容易大家有机会团结在一起，是应该要感觉兴奋的一件事耶。而且魏德圣其实是我的偶像，我觉得我可以当那个赛德克前锋部队，其实我非常荣幸。站在镜子前，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。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，回到教室座位前后，故意讨你温柔的吗？黑板上排列组合，你舍得解开吗？谁与谁坐，他又爱着他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像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告诉你，告诉你我没有忘记。那天晚上满天星星，平行时空下的约定，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，紧紧抱着你。一梦一夜结盟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在关心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行销伙伴做得很好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大家在干嘛。对，我只是负责电影很好看，然后负责去跟大家推荐电影很好看。但是我自己会做的部分啊，其实网络的部分就是分享我在创作这部电影的过程。那一般来讲，就是而且我们拍了三支预告，然后一支前导预告，再加上胡夏的那支那些年 MV 啊，我们的点阅率是非常非常的惊人，所以其实我觉得，你看这些素材全部都是从电影里面过来的，它并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结盟，它就是网络上面的一个作品的呈现。沈佳宜，我很喜欢你，非常喜欢你，总有一天一定会追到你。我叫柯景腾，那一年我16岁。虽然沈佳宜国中已经跟我同班了3年，但好学生跟坏学生之间的距离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改变。没带课本的站起来。昨天谢谢。没差，反正脸皮厚。你干嘛不读书？我是霸权学校第一名的头衔，故意输给你好不好？我不喜欢比我笨的男生。从此以后，努力用功读书竟然变成一件非常热血的事。我喜欢你，早就知道了。我都以为我自己是个超有自信的人，但那时我才发现，原来在喜欢的女孩面前，我是个胆小鬼。我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。因为有了我，让这个世界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柯景腾，你特地办个比赛，把自己搞受伤，你怎么会这么幼稚啊？等等等，大不了能对你这么久，这什么都不懂啊？不像考卷。如果复杂困难的问题都能得到一个解答，真实人生里有些事永远没有答案。
高的那一次已经几乎要100万了。对，就是我昨天晚上看是98万多，它应该是目前国片里面表现极为出色的一支。对，大家可以去做一下功课。是预告片还是片花？预告片，我们片花都还没有算进去，这样子。就是，但是我们就那一支预告就已经有98万多了。那希望在上映之前，它就可以破100万。然后我也现在，因为网络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媒介，因为很多网友看口碑长之后，他们都会在最后10分钟就是大鼓掌，所以在网络上面正在进行一个计划，就是收集100场，就是在片尾有鼓掌的场次这样子。对，请大家回报。其实高中跟国中差不了多少，低于17层跟16层的差别而已。上课打火枪，又没见过像你们这样变态。穿衣服啦。想再点一个吗？你觉不觉得沈佳宜有点喜欢我？没问题，开始。快不要再吹了！帮我一个忙。会不会是写情这种烂梗？这是我想致命之吻。对你很重要的东西，是让你伤害你自己吗？快走啊！常常听人家说啊，恋爱最美好的就是暧昧的时候。柯景腾。有人坐在前面，你帮老师好好管管他，千万不要让他把别人同学带坏了。因为我不想瞧不起你。谁不想要给瞧不起人？郝俊。没带课本的站起来。请让我继续喜欢你。笨蛋，笨蛋，你什么都不懂。幼稚，我就幼稚，才把你追你那么久。你想知道答案吗？也许是在那个平行时空里，我们是在一起的。因为真的很感谢，就是刀大给我这次机会，对九把刀，因为我习惯，我们就是读者习惯叫他刀大，然后。就是第一次参与这个电影原声带的录制，然后就很感激，然后也很荣幸。尤其在电影里面，就是我这首歌《人海中遇见你》是放在一个非常就是算高潮的地方，然后就那看到那一幕，然后听到我自己歌声的时候，我自己觉得很感动，然后就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到电影院里面去看这部非常值得推荐的。之前是从朋友那边听到，但后来发现是。就是九把刀刀大说的，就是那一句名言，一个说出来被别人嘲笑的梦想才有实践价值。这句话真的非常非常鼓舞到我，激励我，让我觉得就是很热血，然后很想回到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，然后也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找到我心目中沈佳宜这样子。我想哇，好充实哦！我就觉得我以前在干嘛？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就是交过女朋友，所以说我觉得我怎么跟九把刀比起来，就是我怎么好像人生很平淡。